别看了，来把这碗肉给你奶奶送过去，你奶奶在地里面干活还没回来呢。妈妈，就这一点肉不给我奶奶送过去了，你吃什么呀？没事的，鹿晗，妈妈下点面条吃吃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你奶奶干活那么辛苦，有了好吃的我们要先让她吃。妈妈，你这好，你就是我的榜样，以后我向你学习。那你赶紧给你奶奶送过去吧。好了，妈妈。不禁想起儿的小时候，常常骑在你们的肩头，忙忙碌碌多少春秋，为了儿女吃尽了苦头，想给老爸斟一杯酒，奶奶吃饭了，想给老娘梳叔叔阿姨奶奶百善孝为家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善待家中的父母，好好孝敬他。